虎扑7月19日讯，根据意大利媒体 Football Italia 报道，今年夏天加盟罗马的新二代贾斯汀·克鲁伊维特表示，他在罗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，我的优势是一堆一时的速度和熟练度，小克鲁伊维特说，但是我需要提高的地方也有很多，比如防守能力，我还很年轻，我需要改进，小克鲁伊维特说，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价值，超过我在荷兰联赛时期的表现，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新赛季，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重要的事情，来到罗马是很好的，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大球队，小克鲁伊维特说，我并不清楚未来会怎样，也许我会永远留在罗马踢球，也许我会换球队。小克鲁伊维特谈到自己那位出名的父亲时也说，他在意甲踢过一个赛季，对这里很了解，我们之间谈论过意甲的话题，也延伸到了很多方面，我想要听从他的建议，并且达到他的成就。意甲联赛并不比其他的球队弱，这里有很多高水平球员，我们看到连 C 罗都来到尤文图斯了。